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了，整场比赛拿下59分11篮板八助攻七火锅，不愧是联盟第一中锋。他叫恩比德，为了证明没有哈登也可以赢球，打出了外挂般的成绩，看来要被联盟抓去要紧了。不过后面还有比赛精华，千万不要错过。